立委黄国昌罢免案就要在12月16号，也就是下星期六进行投票了。新北市选委会在6号今天早上就在汐止观天下有线电视举办了立委黄国昌罢免案的公办电视说明会，包括了立委黄国昌领衔人孙继正都来到了现场出席录影，从地方建设到同婚等等议题都进行了正面交锋。12月16。大手牵小手，全家来霸唱，一人拉5票。说明会还没开始，外头已经有一群支持罢免黄国昌志工聚集喊口号。孙继正一到场，立刻引起现场民众加油支持。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罢免案12月16进行公投，新北市选委会举办台湾首次电视罢免说明会，是两人各有两轮发言时间，每轮是各12分钟。由领衔人孙继正先攻。罢免诉求主要是对黄国昌和时代力量彻底的失望，以及表达对作秀政治和操弄民粹的不满。黄委员不仅没有在承诺的地方政见上尽本分，但却积极的在同婚的议题上面强行提案，甚至用恶劣的手段对付选民，屡屡在国会作秀，言行不一。国昌每天从早到晚兢兢业业在做的，就是一个立法委员该做的事情。在另外一方面，周伟雄亲中怎样，为了酸哭就短572平方公里，地方服务处的同仁每天早上到每天下班兢兢业业在做选民的服务跟选民的活动。孙继正先痛批黄国昌根本忘记自己选区的需要，并且进一步针对交通提出质疑。之前政见全跳票，包括了汐止捷运、高速公路匝道，并且拿出帽子质疑黄国昌发放挺立委的帽子，干扰罢免。黄委员针对我所质疑的部分呢，几乎都没有回复。第一点，对于这个恐吓、肉搜家长、曝光各自这样违法的行为，他一句都没有提，而且也没有道歉。第二点，在结尾的时候，他说要坐下来，他希望跟选民好好的沟通。我要说，你又在说谎，这种表里不一的假象，人民真的看得非常非常的腻。一年前到现在，我们连署一年了，跟你讲多少次，透过媒体跟你呼吁，到今天为止，难道带3000人来，您才要出来见面吗？更何况3000人还见不到你。至于黄国昌上台发言时，先是强调这段时间在选区有3个服务处，团队也都很认真在经营，并且拿出手板秀出自己的政见执行及立院问政成绩回应，强调每天都在履行立委的职责。针对这场说明会，在结束受访时也说，希望对方不要再说谎抹黑。那这样子的一个说明会，让彼此双方都有机会能够向选民阐释各自的想法。我想我已经说过很多次，我尊重公民权的行使，但是任何公共政策的讨论都应该在建筑在理性跟事实的基础上。那我给安定力量已经数次提出劝告了，不要再说谎了，不要再抹黑了，你们在做的事实上是在撕裂社会。立法委员黄国昌的罢免案投票将于12月16号举行，也是台湾选举史上首次罢免投票。说明会录制内容，接下来这个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也将在观天下第3频道重播，也欢迎民众准时收看。记者陈慧琳，汐止采访报道。